那啥，我还是老雷，就是一会儿我没有时间跟你们玩了，各种毛左，因为我要出去晒太阳，好吗？你们自己玩。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假如说有一个人，这个人他弄死了另外一个人，我们叫他什么？我们叫他犯人，对吧？那么假如说这个人他弄死了100个人的话，我们叫他什么？我们叫他杀人狂，对吧？那么又假如说这个人他弄死了10000000个人，而且他还试图消灭自己的文化，我们叫他什么？我不告诉你，我就不告诉你。好吧，我要出去晒太阳啊。